的工作中间的人，他老婆爱怀高尔泰。是我看那个五床的那个峰值一天比一天高。第一个我很钦佩他们，这八个人一定是忧国忧民的，一定是有一定见解的人，是吧？事实证明他们也是对了的人，是吧？所以我这些人的话是应该保护的，应该赞扬的。